在这儿啊。千年来，从未有人质疑过我的身份，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离奇。或许，你那灵尊有许多事情瞒着你呢。金娘子跟我说，跟我体内这股灵力所抗衡的，或许是妖力。她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与我相处了这么久，难道没有看出来？